7月20日，少女时代十周年写真公开，照片中成员们穿着华丽服饰，展示了多样复古魅力，气质也随着时间越来越优雅迷人，吸引粉丝视线。杂志方面表示，震撼世界，改变标准，书写新历史的少女时代，风靡一个时代的他们，在出道十周年为杂志八月刊拍摄画报，将会陆续公开少时拍摄的画报和影片。据悉，为了迎接成军十周年，少女时代将于出道纪念日八月五日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举行十周年纪念粉丝见面会，于八月初带着正规第六张专辑回归，势必再次席卷歌坛。